Evelyn 今日嚟到维港半岛呢度啦，带大家睇一套211平方嘅大平层。放眼一睇呢种大平层，其实喺成个海边嚟讲系非常之少见嘅。远处睇蓝天白云，远处睇呢个跨海大桥海平面同埋楼下嘅呢个别墅就非常之靓噶啦。全部望海景其實是冇死角的，270度的呢個海景啦，同埋我哋呢個客廳的話咧，係有43個平方，可以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我哋嘅一個海景嘅。我哋都可以做一個設計，酒櫃啊，同埋呢個珍藏品，又或者我可以做個書房，又好似咁收藏啲紅酒、洋酒、白酒，平時招待朋友同埋擺啲雪茄喺度都 OK 嘅。我哋可以摸到成出面個陽台咧，係整整有18米長度喎！你成個 L 型嘅呢個設計嚟講，喺我哋成日都有拍片，大家都睇得到係冇咁樣嘅一個景觀俾到大家。這個主人房就正啦，嗱，都係同樣啦，正面睇海，擺住咗2米嘅大床，而且呢度位置嘅話咧，仲有一個吸引力係我哋嘅左手邊啦，係有翻一個衣帽套間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戏家 Helen， 今日嚟到维港半岛呢度啦，带大家睇一套211平方嘅大平层。放眼一睇呢种大平层，其实喺成个海边嚟讲系非常之少见嘅。远处睇蓝天白云，远处睇呢个跨海大桥海平面同埋楼下嘅呢个别墅就非常之靓噶啦。咁咧，从深圳过嚟呢个时间大约系70分钟就可以翻到屋企楼下。咁呢一套係210个，一个即4房两厅两个洗手间。咁我哋从门口呢度直接入嚟讲啊。呢度呢可以话係独门独火嘅呢个户型嚟嘅。咁呢度开始呢係有一个消防门。咁呢度係我哋嘅一个入户花园啦。咁呢个位置就可以摆返我哋自己鍾意摆啲鞋柜，同埋左右两边都有呢个采光，所以我哋入户花园都係非常之唔错嘅一个视野。而且行入嚟嘅话呢係有我哋嘅一个双层保护的这个子母门，是比较大气一点。朋友一入来到你屋企，哇，全部望海景其实是没有死角的，270度的这个海景啦。同埋我们这个客厅的话呢，是有43个平方，可以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海景的。而且呢，我们现在在的这层楼呢，是属于这个5楼的这个位置，无论坐在这个梳发，又或者坐在这个位置，都可以无敌的这个视野。咁首先呢，一入门口的左手边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中西结合的这个厨房。首先可以摸到我们这些的一个波导台，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西餐啦，整下个蛋糕，吃下个沙拉，之后个牛排都可以放喺度嘅。我哋呢度呢係全部大装修，而且目前係送全屋嘅呢个家私。咁再睇睇入边嘅中厨厨房三件套，油烟机、炉台同埋呢个嘅一个消毒柜，都是我们的家乐标准，同埋呢个热水器都是有晒嘅。咁平时我们可以喺度煲翻个靓汤，而且可以买翻个咖啡机，同埋呢个嘅一个整蛋糕呢啲配件都可以招待我们嘅亲朋好友，都是非常之唔错嘅。而且呢个位置就可以摆翻我们嘅一个大雪柜，装埋啲靓汤啲嘢都 OK 嘅。咁呢个户型呢就非常之靓啦。左手边系两间房，右手边系两间房。咁我哋先睇一睇我哋嘅第一间厕房。第一间厕房，首先我哋望出去个景都非常之唔错喎，可以睇到海平面同埋楼下嘅呢个别墅啦。咁可以睇到楼下嘅别墅全部都系双拼嘅，全部都系现房。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，都可以过嚟睇一睇呢度别墅个价钱咧，488万至800万之间都有，全部系现房，而且都系带埋个装修。咁呢间房咧，佢系摆住咗1米5个床啦。咁呢个房间嚟讲，其实唔算细噶，有差唔多成14个平方，是不计洗手间。这里都是带埋个套间的。这里的套间都可以做到一个干湿分离、智能坐厕、冲凉房和这些洗手台、镜面柜，所见即所得。再过来呢，还有第二间房。这间房呢本身它都是一个房间来的。但是呢，就要看回我们的观众朋友是做怎样的打算。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设计。酒櫃啊，同埋呢個珍藏品，又或者我可以做個書房，又好似咁收藏啲紅酒、洋酒、白酒，平時招待朋友同埋擺啲雪茄喺度都 OK 嘅。咁呢個房間嘅視野望出去都係一覽無遺，完全係冇遮擋。咁再睇翻我哋呢個客廳個景觀啦，
嗱，我哋可以摸得到成出面個陽台咧，係整整有18米長嘅喎。你成個 L 型嘅呢個設計嚟講，喺我哋成日都有拍片，大家都睇得到係冇咁樣嘅一個景觀俾到大家。嗱，呢度望出去咧，其實而家坐嘅呢個位置咧，望出去係東面啊嘛，係東面直接係睇得到日出嘅，而且咧又可以望得到遠處嘅呢個順寮灣嘅呢個。跨海大橋啦，睇呢個人來人往係咪啊？車水馬龍嘅呢個位置嘅嗱，再行轉過嚟，小朋友喺呢邊玩，然後我哋大人喺屋入邊傾下啲生意啊、聚下會啊，同埋呢個親朋好友聚餐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遠處順寮灣，之前我哋都有影過《九明與海》《星河》啊等等嘅一啲樓盤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前邊睇到嘅呢個橋啊。都是碧桂园特登为我们维港半岛的这个业主去设计的，所以即是独享的这条桥回家是非常之有这个仪式感在这里。嗯，那我们除了这个211个积的，我们都有细积少少的193和108平方和4房都有的，还有一个别墅，刚才我们有跟大家介绍过。那我们再转过来看一看另外的两间房。首先先睇下我哋嘅一个公共洗手间，嗱，冲凉房、坐厕同埋啲洗手台，所见即所得，即系我哋嘅一个交流标准都系比较阔落啲。咁我哋再睇睇第三间房，第三间房同样都系正面朝南嘅一个朝向啦。呢间房咧比我哋第一间房仲要阔落嘅，成个房间咧大约系有16个积。正面睇海，呢、这个视野都非常之唔错。5楼嘅楼层，咁如果我哋大家买高少少嘅话，等于系同海嘅呢个平面就非常之靓噶啦。咁睇睇主人房，呢、这个主人房就正啦。嗱，都系同样啦，正面睇海，摆住咗2米嘅大床，而且呢度位置嘅话咧，仲有一个吸引力系我哋嘅左手边啦，系有翻一个衣帽套间嘅。專門為咗呢個你主人咧做咗一個化妝台嘅喎，而且咧主人房呢度仲第一個套間可以做咗好大嘅呢個沖涼房。其實我哋如果覺得呢個沖涼房大咧，都可以換翻個浴缸都 OK 嘅。坐廁啦，同埋呢啲嘅一個洗手台嘅命櫃，完全可以男主人、女主人一齊共用啦。咁成個277嘅呢個户型，我哋已經睇曬啦。我哋坐出嚟同大家講翻下呢套房，實現財富自由，住進你夢想中的家，首期100万起，月供10000蚊就可以擁有呢套大平層啦，係咪好心動呢？咁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話，歡迎上邊有一個 WhatsApp 同埋微信。直接通加添加我，又或者咧下边系一个链接，直接联系我都 OK 噶。同时咧，我哋每日会喺深圳嘅各大口岸专车接送你哋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